OK， 我只能说啊，那个真的是我的救星啊。就是我昨天呢，就是中 Vegan 了，然后呢，我现在你看就是28，我本来23嘛，23变28，然后，我是不想这么闲啊，但是我还是看一下。好，快点。但是我觉得玩星星要节制哎，上次就是我用太大了，然后就全部跪掉了。我觉得玩星星就是也不能太凶了。22就有点过分了，我觉得玩星星就是从13慢慢玩上去，就不要再多了。哦，因为你再多一个紧绷，其实后来飞跟差就这样。我本来50开头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突然破了？就是因为我，对啊，弄太大了，所以你等于要从最小的慢慢爬上去。啊。就可以啊，不过 Vegan 真的很难种，很容易种呀，就这么说。你看中了。